这艘新型 11.5 万吨原油船是一型技术领先的产品，我们配备了新式的脱硫脱氮设备，完全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要求。它的操控性能、经济性能、节能绿色环保性能均优于同类船型。目前这类船型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，目前首次类似船型订单23艘，计划已经排到了2027年。